分錢，但係冇得射波。哦，嗰個波就第一次有獎意識可以，係得。跟住撳一下，撳呢個要，點解要撳兩次？因為頭先未撳過。佢三分跑，即係要撳多。你要知道個箭嘴而家一定要向右邊咯，你撳一下會睇下喐唔喐。係得啦，咁就 OK 啦。下一次爭波係藍色。下一次球權就呢邊，不過第三節會轉五分線。進攻，射一冇，八八啦。撞照坑，四十一foul，就係啱啱嗰個情況啦，我問嗰個情況，即刻表演你睇，有聽，五號犯，白色五號犯，白色天foul三次。肥氣，一直聽好多次啦，叫 Ray。佢射到我都唔知入足喎，網都揩唔到。係啊，頭先人哋有上一場有一球又係咁樣咯。好難睇。我話要行喺度啦，八十七啊。喂！換人，白色天foul四次，入啦，係啊，咩？嗌咗啦，你坐低就要出噶啦。十四啊，一犯規後邊。
三分舞二板。三包哇哇被人飛擁走了搞笑啊他有有啊好啊Hi 貓藍色用曬兩次啦想通常都會試一球啊真佢真係唔知道有分牌啊頭先聽到佢講話有分牌嘅哇天浮四次天浮三次兩邊嗰個全部是十一廳這個是他們那隊什麼小隊的名字不是啊另一隊這個叫什麼歌集團不是上街是這個名字上街平日是這個名字可能打假日因為他有些人假日是李他有幾個人是李賢曉李賢曉小隊踢他踢他開咗，開咗，跟住佢講：，朋友叫我哋踢你噶，唔關你事啊！哇！啊，五號就包啊，係咯，啊都太遲，三分，又三分，一號，三分。咁樣三分冇十二分，十一三係過，好靚啊！俾個助攻你啊！佢話佢少咗好多助攻啊！佢話佢要攞助攻王。咁啊，佢俾多啲波佢有喎，我好難幫佢喎。跟住佢肯助攻俾人哋先得㗎。一號。呢球我覺得冇喎，八籃板 turnover。四廿一，哇！哇！佢直接俾人哋喎，好難做喎。佢俾人哋助攻。係咯。一號。一號兩分。好多。好搞嘢啊！佢哋。俾得好靚。係啊。包。睇唔到。一號。滿人。Danny。雙方添分四次，四十二八十八，十四。二號三分球，射一籃板，射一哇，十二。啊，佢投真係好靚。三號兩分，唔係應該係咪？白色五號三分，好搞笑！咁咪放埋你落去打咯。佢之前都有講，其實可以噶，猜一球。邊個？87兩分。唔該。十二都係。小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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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一分鐘，一分鐘。攞到一分，一號犯規，二號唔緊要，唔緊要。偏拋射波，藍色一號兩犯，試下三十秒。十一，識唔識啊？籃板，籃板，籃板，十秒，跑十二板，三秒，一號兩分冇，三號籃板，三號跑，一號兩分冇，一號兩分跑。三號籃板，三號再炒，嗯，冇啦，之後就俾。跟住我見到係好似咁樣，